哦，先找点在哪里？先找点比较重要。那、啊、这边应该不用分头行动了吧？开灯让他生气、啊。不要不要分头吧。有5分钟，5分钟，这个地图可以。芝加哥豪宅。哎、欸，这样找到了是不是？一楼找完了。这有10度哎、欸，在这里吗？我觉得可能是哦。10度的话，又在厨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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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觉得是，就是在拿厨房是不是 ？Helen Wilson， 哪有？操你妈！为什么对啊，在这里啊，厨房这么近啊，靠边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开价，开价。这边，哪边？只要按 G 嘛，哦，直接开起来。哪个是路？绿色是路，是？哦，这边九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按着再放上去，我已经开好，你知道直接丢就有了。你干嘛把我放好的拿走？啊、放这边啊，点在这里啊。屁啦！对啊，你自己测这里9度啊。这边对啊，这边有。这整个都九度啊。那个没有没有。这里啊，明明就这张桌子这边。那不是跟上次一样吗？就是这个放桌上这么小，就是这个中岛啦。然后啊，丢个书，看他要不要写字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盐巴撒一撒，盐巴撒一撒。可是一什么？一 N 哎五，这边五等嘞。嗯，还有一 F 五级，一 F 五加五级。五级啊？你开了吗？灯是谁开的？我没开灯啊。你这个一 F 五直接丢着就好。你没开灯，所以是他开的吗？应该是他开的，应该。那。那你要看有没有指纹？对。照一下，我带相机。这个照一下。这个这边还有一个小胖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厨房的灯哪里？这个吧，这里啦，这个照一下。Nope. 没有。调皮哦、喔，你在哪里？突然放风一下。他不跟我讲话，那他有在烧东西，他有在弄水，他在弄水。哎、欸，脏水，拍照，这个要拍照，不用拍脏水，要拍鬼魂而已，拍鬼魂跟十字架加分，那我脏哦你，你超脏，哎、欸，他写字了喂，写字机有 EF 捕获鬼魂跟十字架，好，那我去拿十字架，我来判断一下有字机跟 EF， 那你看一下，你看监视器有没有灵球。我先，可是灵球看了会加分吗？还是看了就有证据就可以猜鬼是什么？好，那你们没有哎、欸，没有灵球，没有灵球。好，算了，关门。要丢个十字架。欸、有脚印，有脚印。喂，脚印要拍还是怎样？脚印不用拍，要拍也是可以啊。操你妈！好，你们出去。哪里脚印？拍了啦。Hello。这灯是他开的吗？那个他妈的你 ！Hello， 哎、欸，出去！偷看一下。为什么闭一下？有灵球！有灵球是？有灵球，所以就是暗影的问题。就暗影啊，干！但是我要等他操我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然后要捕获。要捕获他的照片跟捕获他的照片，那我还不拿相机，然后用十字架注视他脸上。哎、欸，还有 EMF 啊，所以暗影不会讲话哦。他不讲话。你会讲话吗？干，你多大了？我理智值多少？56，还很够，强度是0。还闪了，再闪，要出来了。我在闪。靠北，自己在闪了。靠北，闪这么快？确定？但是他是按开关的。操你妈 ！Helen Wilson。海伦·威尔森。Helen Wilson。你要讲中文。海伦·威尔森。海伦·威尔森，有吗？有上升吗？哎、欸，出来了。有哎、欸。海伦·威尔森。海伦·威尔森。变色。海伦·威尔森。海伦威尔森，那可能只是刚好而已啦。他很害羞，他很难被找到了。你要把灯关掉。他很害羞，出来，开个灯嘛。出来对灾、欸。变八了。出来对灾，什么意思？快供啊！操你妈！我觉得操妈比较有用哎、欸。
操你妈！换我，换我进去啊！换我进去。好，换小胖，小胖。哎，操你妈！我已经操到已经不想操了。换我进去啊！换我进去转。好，小胖，小胖去干。换手，换手。烂鬼！又通灵耳跟那个都在里面，都在里面。干，你不拿出来啊？都在桌上啊，都在中岛上。对啊，碗刚动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疯狂的操你妈，只操到他八而已。他叫什么名字啊 ？Wilson， can you hear me？ Hello。他叫 Helen Wilson， Helen Wilson， Helen， Helen Wilson， Helen。哎，他丢盘子，我操你老母！哎呀，明明才二而已，他只操你哎。哎，五嘞，五嘞。哎，阻止猎杀，阻止猎杀！我没有拍到他，我看到他了。哎，九了，九了，九！小胖，我直接出来了。为什么出来了？因为我用十字架阻止猎杀，你看那个任务有没有完成？没有，没有，十二，十二，他要操你二！我们在车上哎，哎，你得出来。那我们要回去拍照吗？干你的！小胖，你真的有体质哎，你去，你去。他操你！他跑超他快哎，操！那你要相机吗？我、哦、不管了啊！操，我就快点啦！你妈逼，快点！他叫什么名字 ？Wilson 是不是 ？Helen Wilson。Helen Wilson。Helen Wilson， come here， 挡命鱼。他刚才直接在我面前丢盘子，然后出来操我。那你十字架还没用到他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丢他脸上嘞。Helen Wilson， 他对啊，脚步脚步。Helen Wilson， come here， come here。对对，这个人在看实况。Helen Wilson， Helen Wilson， Hello， Hello， 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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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刚才出来，你要看我右左边这个，他刚才从那个门那边出来，你就看相机 ，Wilson， 看相机，看相机，不要看我，哎，看我也是可以啊，看我我觉得比较准。哦，没有，现在在看相机，我现在看相机，看我的头，看我的头。那、啊、问题是我看到可以干嘛？对，你也不能干嘛，靠背。对，靠背。喂 ，Hello， Hello， Come here， Come here， Can you hear me？ Hi。嘿嘿，哎，球，快点吧，快点吧！在发疯。Wilson， 还好我不用开语音，不然很像个坏事。Wilson， come here。Wilson， hello， 我不看你出来吧。现在的鬼都这么避暑就对。那你们见完之后，他都有出來。Hello， 我就看遇到他两次了呢。我都不出来。他出来两次，他靠石架就跑了。那你就不能丢啊！你要让他出来操你、啊。我没有丢，我拿手上啊。可是我现在要拿相机，我没办法拿两个十字架。Hello， Wilson， 打六，快点 ，Wilson， 出来打六，快点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是想要额外做任务加钱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觉得我花这个时间，不如直接刷下一关还比较刺激一点。有道理，走了。直接睡骨头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们直接往下干鬼出来比较刺激啊。干！我刚一刺激到，现在都不知道喊到什么。干！为什么你们去就不会有事情？我去他妈没有啊！就你要操你妈！我不用操你妈，就出来看我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走了。下一关，下一关。那东西选好了再关门吧。干！我们就直接丢到他脸上了。好吧，按眼是进入猎杀模式丢他吧。对啊，他已经出来了嘞，他已经现出来有咚咚咚咚，他已经心跳声在我脸上了嘞。然后那脚步声很大，他的人已经出来在我前面，我拿石架坑他脸，他没有反应。你刚不是阻止他猎杀？他这边是想跟你做朋友。但东西留在那边就不见是不是？不会啊，不会，除非你玩专家的，还要把东西捡回来。不用捡，不用捡。暗影猜对了，30块，烂。I can fly